送给你。谢谢爷爷。谢谢爷爷。你要不要谢谢爷爷哦？上次我们说给他买的那个补钙的到了，葡萄糖酸锌口服液，我小时候经常喝这个，200多块钱一大盒，然后运费2.6公斤，2.6公斤乘以18万，反正运费也得花个300多。外面这个纸不能弄掉了哈，这个纸留着我回国时候用。我从这边买了酒，然后用这个包起来。打开，你说打开。打开。嗯。打开。嘿嘿，你看看，你刚刚咬了一口，他也跟你学，你看吧，是不是？非常。这个时候，啊对，找到这个头就好弄了。小魏，爷爷问你这是什么？这是哪里？屁股啊，不是嘴巴吗？这个呢？哎，这是哪里？这个，这个，耳朵，耳朵，刚刚指着嘴巴来了一句屁股，他不知道，然后他说屁股，哇，打开一看坏了，对，咱开箱一看坏了好多啊，这边，对，小心点啊，他手不能摸，你手不能摸，希望不摸，你把那个。他这个怎么拿出来呢？就是这个他们的。这种包装还能坏居然？好，我把它拿出来。啊，拿出来，小心点啊，小心手啊。这，它有好几层啊，不好拿出来。不好拿出来是吧？对。看。哎，你看看，这得慢点。坏了6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坏了6瓶，小魏王不能摸，来，小心，下面的都没靠，到处掉了这个碎玻璃碴子，好了，你喝吧，谢谢猴哥，谢谢哥，嗯，这样不吸不到了吗，孩子？好不好喝？他还没发表意见呢。他吸没吸啊？这样，小杨你看，我看看有没有啊？少没少啊？没少，骗人的。这个演技派。这样。好喝，快喝。嗯，他喝了，喝没喝？好喝吗？我看看少没少，我就知道了。看一小子，给爷爷看。啊，这次少了，好了，好喝是不是？这样不喝不到。他是不会喝是吧？嗯。嗯，喝吧。你知道他怎么喝吗？啊。他喝，然后再进去，就他这样喝的。怪不得他，小朋友是这样，小朋友喝得慢，好了，没有，没了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这个把他小瓶拿掉，好嘞，你手不摸孩子，手不摸啊，他发过来就像暗器，他边上这个碎玻璃都钉在这个旁边了。一天给你喝2个，知道吗，小薇？这个可以放在冰箱里吗？这个不用放冰箱吧，就这么放在那个房间就行了。哎，对，拿着，拿好了，你们俩一起搬。你拿下面，拿下面，好了，走吧。每天给小薇王喝2个。赶快把他头盖骨长好，然后旁边大胃王他们在这儿呢，还有两个人在这化妆呢。大胃王，你学了有4、5天了，对吧？是。叔叔阿姨，大家好。你好，玛丽。
叔叔阿姨大家好。啊，是这种吗？粘，他的眉毛怎么粘起来了？大卫，有点像孙悟空哎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你全部画好了，我再过来看啊。每天回来用小伙伴给小伙伴画一画，小伙伴也好看了，自己的手艺呢也能够得到进步，对吧？挺好的。几内亚人化妆应该跟中国就不一样了，对，颜色要重一点，太轻的话呢不怎么显色，或者像一个像人家那个人表演那个，我看到他们从这里，你说的那是京剧是吧？对，京剧。大王在那先画着，兄弟们，他的化妆估计看样子挺慢的。我跟猴哥在那看了5分钟，进度不是很快哦。等他画好了，我们去看看到底好不好看。老二呢，在给我们扎这个豆角架。正式宣告一下，我种的菠菜全军覆没了。对，没有长出来。不行哦，出了几个小苗，然后他就枯萎了。对，改种豆角算了吧。可能是这边温度确实太高，第二个我们没有防晒的东西，也不是很好弄啊，防晒网还没买到呢。弄个豆角架继续长豆角吧。还有这两个种的白萝卜，这回绑的挺结实啊。对，我们这次白萝卜我们都吃过2次了，以前长得密密麻麻的，我们冬天都给它拔了，拔了以后让它长高一点 ，OK，、啊、好啦，好啦，行，晾晾地上，嗯，行 ，OK， 然后上次拖回来的木屑子给大家看一下，种菜效果特别好，发的是密密麻麻的，但是那边少点是因为撒种子的时候啊没有撒开，所以说比较稀疏啊，这边长得你看密密麻麻的，旁边这萝卜。几次萝卜，萝卜长得呢不是很好，个个只能长个这么长。呵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土少了，它萝卜扎不下去。等这两次萝卜我们吃完以后啊，再种的话，除非运很多土来，要不然就萝卜就不种了，种点抗晒的东西。那边弄了几个垄，几个垄里头呢种的是红薯啊、土豆啊什么东西，有点快施展不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直想的是，最近一直在网上搜那个人家的大棚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考虑到这个雨季防雨，旱季还得防晒，怎么弄呢？我一个一个搭架子肯定不行啊，这样效率太低了，而且成本也挺高的。我就想发点那个整排的那种大棚过来，但是呢院子又小了，施展不开哦。呵呵，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兄弟们，这是马上要完工了，对，上网了，还要擦点粉啊。哦，不错，中间这个涂了粉以后把两个眉毛给隔开了，兄弟们，这样画完以后确实哎挺好看的。他是不是贴了假眉毛啊？没有啊，这是真眉毛。嗯，这是他真眉毛。你们这个睫毛都不需要这个贴假睫毛了。哦，刚说错了，不是假眉毛，是假睫毛哈。你们的睫毛不需要贴假的，天生就很长了，还得围个几内亚头巾上去。是哦，这种颜色晚上头上一弄就不一样了哈。大姚，你聪明啊，你学得快啊。口红是那种金色的颜色哈。大功告成。帅又好了，我跟你们刚刚。啊，不错，嘿、哎、好看，老二在不？啊，不来，俺外多老婆面，打老外，打大王，打老外，好看。谢谢。大王，给你点赞，太棒了。谢谢。学了几天，有这个手艺不错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希望你几个月以后，你就变成一个大师傅了。好的，谢谢。以后收一群小徒弟，哇塞，可以哦。果然是有兴趣，学的就快，而且大王本身自己也很聪明哦。然后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兄弟们，跟大家再见吧，叔叔阿姨再见，哥哥姐姐再见，拜拜，比心。